接下来情况。是呢，就是要在开启的时间带着一个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很热情，还有这里好吃的太多了。所以是我们在往后呢，就是我们每天惦记在这里吃的，就希望能够好好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过来，我也是配合的，好好的管理。成都大家都熟，只要我不熟，什么我成都，没有啊，你几次来成都？我觉得成都啊，特别美，感觉。啊，对，我在一家另外一个叫。我讲，我就讲。来，老师采访完毕之后，我们会一起合影，然后单独合影。好，等一下，三二，谢谢您，好久没有来了，谢谢。